你看这里流着海参，哇塞！哎，这我离老远看到的，过来看不见了，是在这里一个，那里还有一个，哇，那里水怎么动？哎哎，鱼鱼鱼，快点！我先把这两个大海参拿了，那边是一条鱼，我看那里水吐泡泡了。你们看一眼这两个海参啊，跟我的胳膊这么长，一个小手臂这么长，这也太过瘾了！100块钱到账。快鱼啊，多宝鱼啊，快来！哇，你看呀，它这么懒，还踩到这一个小水坑里，它肯定出不去。看这个鱼的身子都比这个水坑大，你看，哎哎，哎呀呀呀呀！妈呀，好滑溜，好滑溜！哎，别蹦了！你看你在这里多难受，我来拯救你一下。哎，不小不小啊！你看，好有肉啊！出血了嘴，他的嘴出血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他在这里弄的，还是我给他弄的呀？哎呀，放我的嘴，没扔进去。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啊！我抓鱼技术还不错了，其实。我一脸水疯了，都是沙，你看，嗯，满脸腥味，太腥了。过来，这有扇贝，看没？这里还有蛤蜊呢。这几天风大，你看山里的蛤蜊都推出来了。扇贝倒是挺漂亮的哟，这有俩扇贝怎么吃？跟这三个蛤蜊一起煮呀？再多找点吧，走。石头底下有没有大花？看一看，这石头是石底的，没有，没有。走，还有小绿的，我灵感来了，我翻一个给你们看看。八爪鱼肯定有，99%。哎，我去，竟然没有，太失望了，白费我一身力气，回去吧。这里是一条八爪鱼，哇。不错呀，刚刚翻石头累死了都没翻出来，那不翻石头都出来一条，你说这怎么说？好吧，这个鱼的桶一点都不老实。哎，哇、哦，看，我寻思着这里不好走，扶一下石头，你看我扶出啥了？恭喜您，50块钱到账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没有前面那个那么大，是吧？这看看这个呢，这个也行。这个也没有那么大，看这两个相对来说小一点，可以啊。这个鱼啊，在我桶里一直不老实，往外跳，我得给它找个坑养着。正好我也拿不动了，哎，放在这吧，放在这它能活的时间长一点，而且我还省省力气。走，继续赶海了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八爪鱼，哎，你看你看，老有意思了，你看你看，小鱼跟八爪鱼在这里打架，你看八爪鱼腿一伸，小鱼一咬，你看你看那个。螺也吃它了，螺也来到它身边了。哇，真有意思呀！我得打破这个美丽的画面儿。带走吧。哎，看，收了啊！把这个小螺拿掉，要不然小螺吃它的肉。收。哇，看看，哇，大海参一只！天哪，你看，我一弄它，它就动，你看。哎呀，它也吸住了，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大海参好大呀，但是比起前几只都小一点，这个只有手掌这么大，前两只跟我小手臂这么大。收了，放桶里啊。这里还不少蛤蜊呢，我最近经常捡这种蛤蜊，我都要吃够了啊，要不是它太鲜了，吃几顿吃够了就。还不错啊，收了。看，我看前面还有一个，对，在这里。哇，好大呀！这是有多大？收了啊，走吧。嗯，走，去找找坑里的鱼。一大会儿没过来，我看这鱼还活不活？在我桶里肯定不活了，在这里应该能行。哎呦，桶差点都摔了。这个鱼应该能行，看看还在呼吸哈。哎，快走吧。走走走，要不行了，要不行了，回家回家。天色不早了，快回家，加点水。